苗栗县公馆国中在今年全县国中技艺教育竞赛大放异彩，动力机械、汽车修护组、农业群园艺技术组，还有机械群自动化整合组，都拿下了全县的第一名。而文书处理组呢，更是包办了前六名的奖项，一共15人得奖，再创校史纪录。在全县技艺竞赛中过关斩将，15位同学笑逐颜开，取得升学选校的门票。农业群园艺技术组吴义威，机械群自动化整合组刘瑞红拿下全县第一，动力机械汽车修护组更展现女力，涂芷欣拿下了全县第一，让人惊喜。更换雨刷，然后检查水箱盖，然后还有就是换那个舵轮跟皮带，然后还有就是拆右后尾灯，那些都基本的。取得全县第一来自于平时不断的练习，他们春假期间不放假，全心全意训练技术和速度，熟能生巧，奠定个人未来发展技职之路的基础。学校老师教了很多东西，不只要打程式，还要接气压和电器。我们不只用礼拜三去学校练习的机会，我们还用六日的机会去加强我们的这些项目。练习扦插跟高压，然后有夜插跟木本、草本，对，就是假日也去练。同时，文书处理组也拿下近一半的奖项，虽然与第一名擦身而过，但实力已达满分。从赛前3周开始密集的集训，他们除了六日之外，连整个春假都没有休息，我们都开始来集训。那尤其是我们文书组的3位同学，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比较没有希望得名的孩子，但是呢，他们不断的练习，每天几乎留下来到6点，几乎是每天。那这样子，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他们可以跟都学术科呢都可以拿到100分。让学生多元适性发展，公馆国中积极联合高中职端提供学生实习课程，让学生们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对未来升学就业不彷徨。那么他们从一开始真的没有办法在时间内完成，到最后我们在春假的时候密集的这样子给他们练习，买提供材料，非常感谢我们家长会及校长的支持，在金钱上，在食材上面给他们大力的援助，让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练习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些孩子只要给他机会，让他们好好的一个努力，没有是他们做不到的事情。公馆国中多元发展技职教育，鼓励有天赋的学生找到发光发热的舞台。